由 WellGo USA 北美发行的2024韩国现象级惊悚片《破幕》，本周五即将在北美13个城市上映。这一部电影集结了金高银、李道宪、还有崔敏植等等多位著名影星，目前已经创造了韩国恐怖片的票房纪录。惊悚电影《破幕》由张载贤导演执导，卡斯阵容包括崔明植、金高银、刘海珍、李道宪。剧情描述居住在洛杉矶的一个富裕家庭，在经历了一连串超自然事件后，请来了年轻的女巫和法师拯救家中的新生儿。但在他们抵达目的地后，女巫便感应到祖先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，即坟墓的召唤。于是女巫便向一流的风水师与葬仪师寻求帮助。四人在某个偏僻的村庄发现了墓地，但在不知后果的情况下，他们挖开了坟墓，却意外地释放了埋葬在地下的邪恶力量。破幕由 WellGo USA 北美发行，将在4月5日13个城市上映，包括阿尔伯克基、奥斯汀、夏洛特、金斯顿、迈阿密、蒙特利尔、俄克拉荷马城、渥太华、魁北克、罗利、萨克拉门托、盐湖城和坦帕。购票详情请登入 WellGo USA 官方网站。中天中望真理报道。